仙子们，做仙子们，众仙起了了，众仙哪里是道？急忙带着我一个，跟着去把土缸里天文水出给住你。龙年十一月七五日，龙时大吉日，风大大龙时，江浙高雄平安宫，立会安葬五周年庆。一位尊神，众神不作，圣修不惊，圣圣修，有着咱平安宫主理委员率领路主，以及着咱众路下地主、众委员、众信徒一同诚心诚意，在下面五大御尊台，三圣大会，百圣集合，感谢神明，感念保安功德尊龙。立威尊神，圣诞红威，圣圣烧，保安不定尊龙，大地神通，降福消灾，诸比为怀，平安宫，立威尊神，众神不造，神通莫大，一同表着咱平安宫，香火旺盛，信徒欢庆啊，表着咱平安宫，管理委员会，诸位副诸位。好给罗主会议总部总干事，已经给咱共主、众地主、众信徒，全家合家平安，事事无灾，列克兴旺，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年年美轿车，发财起大厝，出门洗车开的车，平安顺利，红油马跟小镇个万事如意，祝新年红到大地，事业成功。大太极，一天天你的宅，三万一堆，数十五宅，我老在心，别见一恶，心中不塞，不信大太修，今我大得到，心带大团圆，祈求福调无衰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，地灵人杰，疫情消散。天佑大王，姚朝中仙，花堂献佛，来到花堂，请问大仙，你在何宝街来献佛？我在喜神来献佛。何愿走？喜神走，欢送。
主理委员率领管理委员会将如何顺势大展，一路诚心的声音欢迎出台，报先集合，三先大会，到时保安讲得出笼，胜受无疆，一位尊神圣诞红音。有请的咱老总兼商务委员。